请就位。你将是要来开始进前，首先要来进行一个总教上，请就位。就是一些打球的朋友这样子，纪念他一下，他陪他走最后一。现在路过来其他的两边边，但是跟我弟就是一个很赖皮的小孩，下一个他会进控棒球队，从小到大就像他当兵的时候，他每次有时候耍赖不想回去，也都是我二弟会载着他回去，他总是要耍赖我二弟要载着他，然后从小到大打球，只要他有不开心被教练骂了，他有好几次有跟我耍赖，他就跟我说他不要再打球了。他和顾棒球队，因为我是大姐，她是小弟，所以她总是会跟我哭诉，然后我们总是要乖乖的再把她带回去，然后因为爸爸从小比较严厉，她比较什么不敢跟爸爸讲，所以总是会跟我们耍赖，她就是一个耍赖的小孩，所以我说下辈子我何苦棒球队灵堂前换我当她的妹妹，李晨叫什么，我想要当她的妹妹，小姐再回见，请不会，真的感谢。